哪个冒烟呢？这一早晨起来雾这么大，凉飕飕的。那多多咋那么兴奋呢？嗯，多多困了。多多啊。妈，这锅里溜的啥呀？锅里带牛肉汤，扒拉点火菜，又是那烤两包苞米。这啥豆角都有啊？你老摘个豆角，我也不知道这都啥豆角。火有点旺啊。啊，我这火有点旺，完了，糊巴了，这两包苞米让我烤废了。妈呀，这两包苞米完了，糊巴了。你看，哎呀，这是啥？烤成黑蛋了。黑气油啊！烧苞米又不能火太旺。熟了吗？熟了。这大锅底下是我妈烀的牛肉，这是我老蒸的大玉米饽饽，叫玉米饽饽，玉米干粮。嗯，你们知道饽饽是啥吗？我吃一块就够了，你吃几块？我也吃一块就够了。那你老吃三块够了。热一下。那鸡肝用不用热热？不用。热着去，吃饭。干活了吧？干着了，这可干活。哎，都倒出来了。倒出来。哇塞！我老蒸的干粮是大呀。嗯。准备开饭，我在这啃我自己烤的苞米，都糊巴成这样了。这个鸡蛋是我昨天晚上炒的，营养蛋的，那是乌鸡蛋的。然后盐放多了，剩这两块没人吃。到咸菜吃吗？一会儿我吃的。我给你们看看我的早饭丰不丰盛啊！玉米干粮，还有烧苞米，还有煮鸡蛋。哎呦天哪！然后还有这排骨鸡肝的。我老整个玉米糊糊，我妈整个八宝粥。多的容易吗？在厨房转都一上午，转到一早晨。有时候跟着就那样。有时候那黄狗来三个多，这进门大门，他打门外边叫。他俩总来找他玩去吗？嗯。哪有个伴儿的？你看看，这骨头这么肥，这豆角好吃。真豆。这鸡蛋真咸。那些盐可咸了，你整菜也是弄小勺，就拿那小勺，我就搞那小勺摆点盐，有时候一整就多，一整就多。虽然现在都不咸了，没有咸了。这太肥了，这是真盐，真麦盐的，良心卖家卖的。你吃这样的豆角老好吃，全豆的。看看，哎，给。那是一碗的。